地产的销售好像说是二手房比新房要多得多，那我们一般二手房改造或者说是旧房要重新装修一次，电路改造可以怎么样比较省钱呢？还是刚才接着刚才的那个话题，第一是设计，知道你的那个家具家电的摆放位置。现在新房子啊，就是新盖的新开发的这个房子啊，一般那个电路的回路啊比较清晰。老房子呢，从设计上说的时候，第一步当您就设计人员走入这个社区的时候，就要关注这个，第一是线路的总负荷，这个要关注一下。也就是说，正常如果按新房子去设计的话，你看啊，您厨房一个回路插座啊，咱们现在说插座，厨房一个回路，卫生间一个回路，一个插座，普通的插座一个回路，对吧？然后照明、空调再单独分开，这样的话就大概有就有六七个回路了。六七个回路呢，但是那个咱那个特别是二手房啊，还有那个老房子，几乎是70年代或80年代建造的时候，它的总负荷，现在咱们看看电表啊，就咱们北京市还已经做过一次升级改造了，就20安的，20安也就4000多瓦，4400瓦左右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设置这么多回路的话，可是说我想保个30年、50年这不变，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是不太现实一点。首先要考虑这个对您设计的本身的容量，对，本身的容量，你设计完了以后，你跟外面还要有个衔接，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再就这个社区再进行一次这个升级改造，对吧？你是20安的时候，所以说呢，你像你看，如果像老房子那个老房子或者二手房，想省钱的时候呢，第一要知道你家具家电的摆放位置，本身那个二手那个70、80年代的那个房子，那空间都特别的小，有些电器啊，可能是摆放不进去的。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，你可以相对的去合并回路，可以把那个如果是那个过去的那个就是那个板楼的话，六层板楼的话，南北通透的，基本上厨房和卫生间都挨在一起，对吧？你卫生间你是那个插座给什么用的呢？不是在镜子的旁边，就是那个洗手盆的旁边，给个什么吹风机啊，或者给一个那个电动那个剃须刀那个充电的地方，不经常用的，可以把它并到厨房的回路。但是业主只能自己去确定电器跟家具的位置，这种回路的合并还是得设计师来做。设计师根据电器的功率去配线，去省线。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记得咱们上一期节目，我就提出过，就是说根据我家自己装修的，对，我是根据我这个平面图，我要摆放什么家具，家具摆在哪儿。我这个电器摆在对，电器的功率是多少？这样用这个平面图去安排我的电器。对，不能一味的去追寻那个。首先是先确定要需要哪些位置，然后再通过这些位置的确定，让设计师去尽量的把回路合并。对，不是回路合并，是根据它的这个回路，这个它的那个电器的功率。一个回路上，它你像那个2.5平方的吧，如果在35度温度的时候，它大概在16安左右，就是说它带的负荷是有限的。对。如果说我超重，你比如说我这个又有冰箱，又有微波炉，我又有这个热水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是这个回路，我觉得就并不了，你并不了，因为分开了。为什么？你就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。对，你热水器是常开的，也就是说，家里面呢一般是怎样的？设计上还有个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有一部分电进行短路跳闸的时候，您室内的空间会有另外一部分电源还会在工作。对，这样是最合理的。如果是晚上跳闸的话，您家全黑了，你是不是得拿一个手电去检修的？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电源的时候，你可以取电，就是分开的那些路线。对，所以你把回路就是尽可能的让它的负荷平衡。对，我们的主题是省钱。哎，对，你这平衡以后，他再考虑省钱，他就会省钱了。对，这是一方面，我觉得是吧？二一方面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咱们的老房，现在尤其也买二手房的比较多。对，实际上这里边有些什么情况？有些线没必要换，是它本身盖楼的时候用的就是铜线，就是2.5的，
所以他现在照明好像1.5的多，照明1.5的，照明1.5，而且按规范也够用，够用，但是就看你这个灯，你比如说，如果说我们是按照一个吸顶灯的话，嗯，它够用，完全够用，还富裕呢，是吧？你就是按那个花枝灯、枝形吊灯，那你就不一定了，那个，看它，那你就看那个总功率吧，总功率，总功率。也就是说每个线路复合的它的一个总功率，然后留出它的安全系数，对，然后再可以合并。因为咱们现在北京市基本上都是按那线路按延长米去计算的，对，这样的话是你合并的话，你省一路回路的话，你肯定是就是省钱了，对，这已经是解的。其实说到这个按那个延米算也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往往在签订合同的时候，我经常见过这种合同，嗯，上标明了就是按实际发生量算，按实际发生量结算，但是呢往往又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，在备注上显示了不足一米按一米算，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是有点矛盾，有点矛盾，有点矛盾，是吧？那就是说如果说那我们不足一米按一米算，那我这个作为标准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，但是关键就在于按实际发生量算这两句话上，这两句话是相冲的，哎，相冲的，相冲。所以当然如果说差30公分、50公分，好像问题不大，但是说加一块儿，你加一块儿，这速度会很庞大的，是是这个速度。哎，对，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必须，就是说，合同呢也要有一个严格的这么一个说法，不能自相矛盾，这是一个。往往这种情况是咱们北京市加装那个合同上是没有这个标准的，大部分都是公司自己制定了补充协议上体现。